还有什么？为什么乐天过去？对，你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了，现在不是好像是自己跳过去的呀、啊？好，这个正常。那我发现两个队今天好像应该战术还都是双航母的一个战术啊。对，目前啊七个来了，比较主流的就是这样。然后你问一下，准备好了双方队长打一。感觉试玩了一下，我觉得在这个游戏里，其实对航母选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航母的操作和其他的这个舰种的操作基本上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对，它等于说航母，它基本上就等于给你搞成那个 RTS 游戏了。在这种 RTS 游戏里面，几乎以前就有很多玩家是没见过这种情况。我看我们第一张要用的地图是菲律宾群岛啊。标准模式。菲律宾群岛在二战的时候是也算是太平洋海战的一个比较焦灼的一个地方。有人在 WC 啊，你打字五分钟。我靠这。哎，你们这个，哇，是有这个板桥这边是有两个人掉厕所里面去了是吧？对啊，我正在打，不然掉进去了没人捡。啊，你看现在是03，那么等到08的时候开始。罗德，你实在太年轻了，他们这时候 WC 肯定是小的，不是大的，所以不需要五分钟，你应该打一分钟，这样我们就可以按时开始了。哦。分的。啊，值。哎，我的这个脸为什么始终有半边脸在屏幕外面？我靠，这脸太大了。对啊，你的脸就是有点大，而且你这样还挺挡视线的。你的摄像头挡住屏幕了，什么鬼？你的摄像头没事，待会儿我们一个开始的时候可以把摄像头就关了好了，我们等待的时候再把它切出来好了。其实我们这两个位置影响不大了，只是挡住他们那个名字那个条，这个地图这些都没挡住，这样还好。没事，我调一下。有点众口难调，有的人说是来看美女的，有的人说是来看海战的啊。那就都有都看呗。你要不要切出去看一下？我帮你调了一下。啊，一了。然后这边的话，回来了啊。问一下小战队。你打字问一下小那边好了没？别人说罗德你的脸到底热不热？不热。想好了吗？要男的。啊？开啊！我们没好，到底好了没？你问他在干嘛？这个最多只能等五分钟啊。啊，小那边好了是吧 ？OK，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是7局4胜制的比赛啊，也就是说。有可能最少打4局，多的话也可能打7局，所以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的游戏应该就是开始了，准备。菲律宾群岛，我们的决赛。那现在我开始，倒数啊，要开始了啊，三，二。哎呀，我靠，打字速度太快，妈的，这个有点搞笑。好，我们现在一 ，OK。好，进去了。菲律宾群岛，其实目前海战的地形就是看它有多少岛的布局，它比较其他同型的游戏的话，可能它是更依托于地形，但这个可能地形也就是阻隔炮弹而已。相对来说，海战的话，相比陆战，这个在视野里肯定是要空旷许多，不会有很多很小的、很密集的障碍。这个等着他们先击毁我们。就是罗德每次开局的时候，就是各种球弹，就是瞧啊，这是我们现在海战的一个设置。有人说，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
OB 系统，所以我们的裁判进去之后还是需要被别的战舰击毁。一般来说是大家一起干，还是一艘船把我们干掉？看情况，肯定是一起干，一起干快点。你一艘干，万一他口气很小，那噼里啪啦这得，对吧？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有那种情况，就是全部走出去，完了让你自己多人死了，也有这种。好了。我这边土豪金板砖打了我三炮都没把我打死。这要看命中哪一区嘛。现在我已经嗝了啊，我已经嗝了。好，是。好了，我也挂了。拿到了罗德的一血。哎，看一下。啊，你看什么？哦，503拿到了 B 哥的一血。哦，啊，现在我们看双方阵容，都选择了双航母的这样一个战术。你头太大了。退一点。好的。双航母啊，看他们放的什么飞机。哎呦，我靠，我手不够长。这个，侦察机放的全都是。其实侦察机一般来讲，你放一个的话都是会死的，所以说最好留那么几个不要进去，等会二次侦察方便一点。那么防空火炮也是非常的密集，直接是过来，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就是被人家打掉了。好像。比较给力，基本上把对面的船已经都点亮了。对，然后现在关键就是说你要看他第二波起来的飞机是什么个情况。他第一波只是看嘛，其实第一波就算都点亮，但你飞机都被干了，其实也没用。你最好留那么一两个，可以二次侦察，到时候你投弹的飞机来了，抓住这个时机。就是在第二批次的飞机到了之前，让这个第一波残存的先进去探个路，是吧？因为他其他那些。进攻性的飞机，它的视野相对于侦察机来讲要弱很多嘛。对，并没有怎么好，就是尤其需要就是侦察机先进去点亮，所以侦察机的存留问题也是就是体现在就双方的技术上。有丢弹机挥过去了啊！我看一下啊！你看这边往到哪边飞的？还剩了那么一两个，那这等会儿就要起作用。那么是点亮了对面的哪一只？乐天被点亮了。是的，乐天的布鲁克林啊，还有正太。这里因为他飞机转向的时候，他有一个强势的一个转弯。哎呀，又、哎、投了一把，我靠！能中，好吗？啊，这是啊，应该是打中了。可太激动了啊！对面丢了烟屁了，打到了钢铁啊。但他是这种，但是伤害好像不是很高。他是竖着头的，如果横着头能中好几发的话，那就吓人。后面当时还有完一个。侦察机编队两个丢弹机，我靠，搞不好要干出事儿呀！看来双方一开始就在制空权上大做文章呀。其实我觉得对面小队应该从右上方过来，那边防御是空，我他妈好像不知道。也潜艇，他要干潜艇。什么叫做把视频关了打镜头了？就是嫌王尼玛的头太大了。对呀、啊，王尼玛的头真的好大一个啊！我都必须得把它扶到一边去，不然他把我也打完了。这哎呦，我这都进家了！妈呀！能把这飞机打下来，能打下来。第一波就是来吃伤害的。目前看着没出事，反正已经双方的防空火力在目前都还是非常坚挺，基本上飞机来一批基本上是起不了太大作用。对，基本上还没有被近身呢，这个还。嗯，我们现在看一下，也是多切一下第一视角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航妈。哎呦，航妈屁股被出现了两坨飞机，哎，三坨，我靠，好快啊！小地图左上角突然出现了很多的这个小队的这个飞机群。对啊，就看这一波能干到点什么东西了。我投了一把鱼雷。能打中吗？不知道，我在看。那个好像后面目标是航母，是航母，是炮手。炮手应该可以避开，这鱼雷应该可以避开。但是后面还有这个也难说了。又来了两批次。我靠！现在防空火力也是非常密集，想力图把对面的飞机给打下来。这两个航母赶紧要自保。我靠！要出事了！你看这把鱼雷。感觉炮手已经顶不住了，炮手要沉了。啊！是的，拿下一血。反正一般来讲，谁的航母先出事这边就危险了。因为对对啊，他飞机投送能力就受影响了。
因为接下来飞机的这个数量就是2-1了。而且他这个被干的，家里面已经鸡犬不宁了，这个怎么办呢？确实是这样。我发现了，就是板砖一上来的进攻给人感觉非常凶猛，但是对面好像是在探准了视野之后准确的抓到了航母的位置，他们的这次进攻更加有效。对，所以说双航母的这种它的核心是航母嘛，一旦是你航母被抓死一个，那在后面的时候就要危险很多了。它在一段时间之内飞机数量就可以压垮你了，它不管是继续干你航母还是干别的，你就会发现都很吃力。那我觉得现在作为板砖的策略，是不是应该就是他们的舰队要整体往前压一压了？嗯，肯定是要调整一下。你看这个已经被撕出了好大一个口子。刚刚炸那个航班的时候，另外一个航班也已经是被点亮了。有人说是王尼玛，我不是王尼玛，我只是买了个头套。不要否认了，你就是王尼玛。我不是王尼玛，哎呦我靠！那么这边的飞机也是赶快过来。啊。这个应该是小队的飞机是吧？对呀、啊，然后小队过来两波丢弹机，啊，没打到。哦哟，这个好，这个都炸歪。哎，罗德，在我们的游戏里面，飞机是有损耗的吗？会用光吗？有，会用光的是吧？航妈带的那个飞机是有一定数量的。你这样理解吗？他航妈的飞机就是其他这些舰船的炮弹，他完了还要去买的，所以每一把。然后我们看到板砖这边的这个白鹿。他们的雷云选手刚才是出去用鱼雷来封视野，但是反过来是被对方的这个舰船击毁，现在已经是阵亡了两条舰了。那这样的话，你看小队这边，他们家里面基本上没受到任何影响。对，他们这边不管是任何一个，并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反观是这边航妈被搞掉了，真的特别的亏，而且雷云也是没有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红方小队也有一艘航母被击沉，它是来自于对方的一个轰炸机加上战列舰的远程火炮。好，那这样等于说稍微还是扳回一点。对，现在双方差距是一条小艇，这直接炮火击毁。金刚没了，刚扳回一点，这是什么情况？你来我往，反正就是绝对不吃亏。你打我航班，我就要，不是让你死一个。看这两个潜艇。啊，潜艇机型对着炮火，好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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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灵危险了，这边板砖的幽灵特别的危险，因为刚刚跟对面的潜艇是啊完了，然后这个时候正太要来起点，速度正要在他头上丢圣女炸弹了，这个啊，基本上板砖队这局应该已经败了，因为他们在刚才一轮的对决当中又损失了两条舰。对呀、啊，这个还怎么扳得回来呀、啊？除非对面集体掉线了。哈哈，这边看到有人在叫，对的，没有错，我就是豆豆，今天我是导风豆豆，吧唧没了。幽灵没了，直接被深水炸弹吃了。啊，深水炸弹其实只要正中的话，威力是很大的。现在悬念是钢铁能不能活下来？钢铁被投弹，哎，但是好像被防空火力先消灭了。对，钢铁这边血量虽然危险，但是还是没有大碍，能赶紧走就走吧。就算这哥们被干掉，影响也不大了。人家这舰船数量以及飞机这个优势都那么大，直接冲上来干你了。现在板砖已经是在家里只剩下两艘艇，一艘是黑胡子的这个航母，一艘是Version 的这个轻巡。轻巡是给航母来做一个保护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往前直接压过去就可以了吧。其实他们这边已经在占领了，占领了他已经开始占家了，等于说我也懒得无所谓了，就是我懒得冒险去找你。你要出去就出去，反正我无所谓了已经。嗯，反正我来占家对吧？你不来看饭。对，他这边航妈派了一艘一艘了，派了这个飞机来骚扰一下。他必须要打断，不打断对面会占领成功的。不打断就完了，真的是没有了。啊，打断了，哦、中了两发鱼雷。但是打断只是治标不治本啊。不，如果说对面没有很快找到他们航妈在哪里，这里一直被飞机这样投的话，如果这两个被吃掉，那也真说不准。对，他们就要派另外的。其实可以根据飞机返回的这个飞行轨迹以及炮弹的轨迹判断对面大概在哪里。哦，毕哥，这边有观众朋友说你不要这么专业，看来他们是想要看到你另外的一面。哦，不，这个是我们海战世界的决赛了，我们先得给大家多介绍一点游戏知识啊。等哪边打成3-0的时候，你就可以嘻哈一点。对对对对哦，哎呦，靠，这个是你看各种派飞机，我就是要打断。
但是这个打断的速度很慢呐、啊，人家站好占领已经马上满了，我靠！恭喜小队，小队拿下第一局。Beauty 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恭喜小队拿下了开局首胜。哎，这个罗德跟我们说一下，这两支队在赛前的话，哪支更加被看好为夺冠热门，哪支是相对的黑马？其实这两个队其实都比较的强，但就是说可能板砖这边是可能是整体实力配合比较强，然后小这边是属于那种个人能力都比较强，等于说是这种，然后就看可能双方哪边先输吧。你比如像这一把的话，板砖这边那先被干个航母，我靠，这个不得了了呀。确实我觉得也算是个人失误吧、航母这个一开始就被干掉了，确实后面算是为他们的败局奠定了一些基础。当时第一架航母就是被干掉的时候，我们看到板砖的两架航母距离非常近，然后在他们身边部署的其他的防空类的舰艇好像比较少，只看到一艘，然后对方切入的这个方向过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是没有遭遇到防空火力的。对，所以说等于说他自己在防空上面有这么一个漏洞，给了对面可乘之机啊。好，那现在我看要不咱们放个视频呗。好的，对，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海战中的一些舰种的介绍，如果大家是新手玩家或者不太了解海军的话啊。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放一下这次我们来看一下哪一个呢？啊，等会儿我先去。Der 7. September 1939, die erste Fahrt mit U-47, Golf von Biscaya. Was für ein spannender Augenblick. Meine erste Fahrt als Kommandant und ich habe schon etwas Außergewöhnliches geschafft. Wir haben 3 britische Handelsschiffe versenkt. Meine Strategie, abtauchen, beobachten, annähern und dann feuern.Die Briten hatten nicht einmal Zeit zur Vorbereitung ihrer Verteidigung. Wir haben sie einfach auf den Grund des Atlantis geschickt. Der Befehl von Admiral Dönitz, bereits vor Beginn des Krieges auf See nach Feinden zu, war ein Geniestreich. Die britische Armee ist komplett unvorbereitet. Ich hoffe, dass unsere zukünftigen Gefechte auch so reibungslos verlaufen. Hurra, der Seewolf! 15. Oktober 1939, die zweite Fahrt mit U-47, die Nordsee. Ein weiterer Sieg. Nach 6 Tagen Tauchfahrt erreichten wir letzte Nacht einen Kriegshafen der britischen Streitkräfte im Norden. Anfang sahen wir keine britischen Marineeinheiten, aber dann plötzlich, gerade als wir enttäuscht umkehren wollten,kam ein riesiges Kriegsschiff in Sicht, das versteckt festgemacht hatte. Es war ein Schlachtschiff. Ich gab ohne Zögern den Angriffsbefehl. Als der erste Torpedo sein Ziel erreichte, wussten die Briten nicht einmal, was sie getroffen hatte. Sie läuteten noch nicht einmal Alarm. Da gab ich den Befehl zum erneuten Angriff. Alle 3 Torpedos trafen ihr Ziel. Vom Ausbruch des Feuers bis zum Untergang des Schiffes hat es nicht einmal 10 Minuten gedauert.Als wir zurückfuhren, war klar, dass die britische Armee in einem chaotischen Zustand war. Hurra, der Seewolf! Februar 1941. Vorbereitung für die 10. Fahrt von U-47. Lorient, Frankreich. Das Eiserne Kreuz glänzt immer noch in der Helligkeit von U-47.Bis jetzt hat U-47 9 Fahrten absolviert und 27 feindliche Schiffe versenkt. Admiral Dönitz bat mich, ihm als Berater zur Seite zu stehen, aber ich gehöre auf See. Obwohl die Fahrten immer schwieriger und schwieriger werden und der Gegner in puncto Aufklärungstechniken dazulernt. Es ist entsetzlich, das zuzugeben zu müssen, aber wir wurden schon mehrmals beinahe versenkt. Ich habe das alte Schlachtschiff versenkt,Aber ich werde immer unruhiger auf unseren Fahrten. Denn ich weiß, dass eines Tages das gleiche Schicksal ereilen wird. Und auch wir auf den Grund des Meeres sinken werden. Den gleichen Schicksal ergeben wie die Royal Oak. Jedoch noch nicht dieses Mal.
Unsere Vorbereitungen sind abgeschlossen. Es ist Zeit, in See zu brechen. Hurra, der Seewolf! Hello，Hello， hello， 你把我的嘴打开了吗？啊，我觉得就是场间休息，我们不一定非要就是放完完整的视频，我们还抓紧时间啊，让比赛更加紧凑一点啊。好，那接下来双方应该是第二局马上要开始，板砖现在是零比一落后，所以板砖特别着急要扳回一城，可以从聊天框里看到他们的人都很着急啊。接下来第二张地图是什么？啊，北海是我们今天试玩的那张空旷的图吗？啊，嗯，两边都打一了，可以开始了，嗯。好，这些我现在把窗口取消掉。嗯，啊，那我数秒。三。二一，说话太快了。你逗我呢？哎不。二二，好了，还有一秒。Lady Go。好，准备，现在。开始。进去。好，开了。好了，我们海战世界首届联赛的决赛七局四胜第二局，目前领先方是小队啊。小队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大概是第三批的飞机出动的时候，是成功的先击败了对方一艘航母，这样的情况下是很早的确立了一个优势。其实这个里面，不管是飞机来讲，还是说潜艇啊，还是什么船，能用鱼雷啊，其实鱼雷是一个威力特别大的武器，只要它命中之后就不得了，但问题就是它游得比较慢，所以预判得要比较好。对，但真的用好了，其实我觉得鱼雷它的这个命中可能就是说时间上我感觉比炮要舒服，因为炮的话你是要考验一个瞄准技巧，其实对新手来说鱼雷只要判断一个时间，对，需要你花时间去 就要去熟悉一下他们每个船的速度，然后比鱼雷游的速度，其实只要这个东西用好了，鱼雷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鱼雷的威力绝对大于炮弹。好，我们看一下板砖这个第二场能不能调整一下。第一场他们我觉得主要在侦察和这个防空上有一些问题，有些吃亏。好，现在我这边被干翻。啊，是上一局爆掉 B 哥的那一位拿了你的阿血。好的，继续观战。现在看一下他们大概放了些什么飞机出去。这张地图相对于上一张菲律宾群岛就是一望无际，完全是一马平川，没有像上一场的这种路口可以利用这个比如说驱逐舰啊，或者是其他的有鱼雷攻击手段的像潜艇啊来守。它中间也有一个，但是很小，几乎就忽略不计了。中间在哪我都没看到。罗德没声音啊，观众在打字说没声音，你确定一下你有声音吗？罗德，你的麦开了吗？怎么可能没开。哎，等会我点一下，开了开了开了啊，只是声音有点小，那就是他个人的问题了。嗯，哎，这边七哥和卡卡也是死的挺快的，当然他们踩了。哎，这边这边第一配 P 四的飞机，我们看到红方明显是出来的要慢一些。对，嗯，也有可能他们已经绕到别的地方了，因为我们看不到对面的视野，只有等对方点亮。对，但是他有一架是第一批是这么晚出来的，明显他们是在这个飞机发动的时间上有一个设定。那不知道他们这边是什么个情况，我们看。哎，他们主力啊。好，侦察机终于看到船了。他顶到对面航妈了，一来就两个航妈。两艘航母，两艘航母已经先定位航母好了。嗯。然后对面的也把我们家航妈看到了。而反过来，本砖的航妈应该也暴露了一艘。啊。但应该只看到一艘。炮手应该没有暴露，只有黑胡子暴露了。啊，哎，为什么他们我这边看的有点卡呀？我靠！刚刚
连我们这边说话都有一点点卡。啊，现在不卡，卡只是一瞬间的问题。妈的，吓死我！然后我们这边是标记了好吗？我们这边绿色的飞机这边，嗯，好，被打掉了。啊，对面。啊，但是以航母的移动速度，这两艘航母快撞一起了。以航母的移动速度来说，应该在这点时间里逃不出太远的距离，所以大概的方位，第二批次的飞机过去已经可以定位了。嗯、对，所以说就只有看他们防空火力。这个配合的如何、嗯、部署的怎么样、啊、基本上应该可以判断板砖这边应该还是从右方来切入的可能性大一些、嗯、因为他们的舰队也在向右方移动。我们看到板砖队整体的这个舰船的编队已经在往地图下方压过去了。对，现在哎，这边是飞机，是丢弹机哦，红小队的两方丢弹机是直接过来了，但是 好估计投不到了，这个投不到，什么都投不到，这个是拼运气的，投了两排缘分弹，看看谁给命中，谁中谁怀疑。这两排鱼雷全部打空，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哎，后方又出现了，这应该是之前第一批的侦察机。啊，防空火力也是赶紧是打掉啊，能打飞机就打飞机啊，骚年狼能打飞机打飞机。刚才那两波次没什么用，现在看后面。晦气。但现在这面板砖队这个。你看四队丢弹机一起走，这前面一队专门吃你防空火力的，这个队形 啊也是排的排个口字就往那边缩，基本上是一个强攻的姿态，一定要干掉其中一艘或者是重装的。对，雷云主要是板砖这边也是被打出了火气，因为就是他这个飞机啊，他不管是俯冲投弹的还是鱼雷机，他都有个问题，就是说在对面防空火力充足的情况下哈，你如果是一个队一个队的进，那是进一个死一个，所以说一定需要集中一下，前面有一两个队比如说专门就去扛的，后面我不管怎么样顶着都要投下来，那样好，看一下第二批飞机基本上也要挂，第三第四编队还在找对方航母，但是对方保护的非常的好，一个非常纵深的这样一个防空火力网、嗯、基本上都没有能够近身，应该是一滴血都没有蹭到，已经全部阵亡，飞机全跪了，哎呀妈呀，好可怜。然后这边天哪，看一下那个小队里面的飞机过来，等会儿他们这里要搞出事了。我觉得板砖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前期飞机的损耗的数量上实在是太多了。对啊，刚才一下被人家吃掉了好多波呀。他刚才至少是五个编队、啊、完全都没有打出伤害就已经全跪。因为飞机数量是有限的，这样都被吃几轮，这个等会儿没飞机了怎么搞啊？再打到后面航母就变成一架游轮了是吧，客船啊。航母身上也有一些这种炮可以射，但是相对来讲口径很小，只能拿去打小船。其实相当于双方现在就是飞机的情况都差不多，你打不着我，我也打不着你。现在马战队这边被迫是起飞了一队侦察机来开一下视野，不然又会变成那种还没进去就被干光了，那就神作了。因为他的侦察机在第一批已经全灭，然后第二批又是没有效果，第三批又重新要开始侦察。看菊花后面来人了，看好了，投弹。啊，基本上也没。哎，第二批，连续三批，看一下地图右上角。会出事吗？啊，打掉了三分之一的血量，打了一千血。还行，没有出事就好。但是这个飞机，哎，能走吗？能走吗？好，被干掉了。现在看那个小队家里面，这一波正太是损了一些血。这应该是个试探性的进攻，他只是看一下你里面怎么部署。这边有没有人？小队还起飞了战斗机，我靠！专业。用战斗机打飞机吗？坐着飞机打飞机。他是用战斗机来加强一下自己的防空火力。嗯，其实战斗机目前来讲威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可以就在防空火力之外嘛，再加一下输出。然后看这边航母的位置被抓到了。哎呀，速环针，两队飞机过去。我靠！转向！啊！俯冲投弹机全中，直接把它给秒了。啊，这边乐军应该是要中。啊，那同时还重创了乐天。啊，那这一把赚了呀，把航妈干了，航妈干掉一个，而且点出来另一个航妈，下一把打算以两倍的飞机来干这个了，啊，这不得了呀，这个就是看一下上一局的优势会不会复制到板砖的身上，
干掉了对面的航妈，会不会就是扳回一局呢？而且同时他还重创了对方两艘船。嗯，对，那这样等会儿对面乐天和正太的血量都已经非常低了，那等会儿他们的一些行动就会变得相对来讲都比较保守了，动作不敢太大。其实这个潜艇为什么要一直在家里？他不应该出去吗？不应该偷吗？偷吗？潜艇一般不参加团战，是绕家去偷人的。对，但是对面这边不是，可能人家这边来了，他打算要在家里防守了。啊，然后幽灵倒是非常的积极，直接溜人家家后边去了。我们现在把切到这个。切一下我们家的血量，这个是。专门来看的，好，被击毙了。被干掉了。哎呀，这波飞机又要抵达小队家里面了，这个有点危险的呀。感觉小队这整整一局都是被我们家的飞机压制着呢。好，这时候板砖队小队的两架飞机群到了板砖的后方。干不到什么事儿啊，现在。啊，有鱼雷，有鱼雷，有鱼雷，打了雷雨，大概1000滴血左右。但是没干出事啊！现在这个小队家里面已经要出事，而且关键有鱼雷，关键潜艇进来，哎呀，这个潜艇危险呐！潜艇危险！哎呀，哦、死了！啊，被正太直接干掉了。正太是拖着残破之躯咬掉了一块肉。啊，对呀、啊。那就看这些现在这些飞机可能接着走。啊，那么我们也是尽量多切一些第一视角。主要是我们现在没办法切、对面这个我们没办法切。对呀、啊，确实是，现在我们都在对面家搞事儿呢，只能切自家的。航妈被吓死了，差一点擦肩而过与死神亲密接触啊，差一点就转角遇到爱了呀！我靠，这女警的血量也只有一半啊。现在乐天在下面不停的支持防空火力。现在在他们家这个飞机就是各种看的啊，也已经死了。然后我们这边起飞的哆来咪，这样其实也不好说，因为刚刚那一波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大的进展。不过他第二波又出来了，那应该是想要搞事情了，不然就这个队形不会排得这么的。哎，小战队基本上整体家里面要出事了。也是飞过来了，往你家。问题不太大，这个弹基本上在乱投，基本上全部都被 Version 守住了。好，那这就好办，那就派飞机狂搞对面家呗。啊，锁定了一下，刚刚对面锁定了谁？刚刚是锁定了根还是想要干对面的立根？人家的小飞机在排。这第二把就打得这么焦灼，这今天这要打得旷日持久啊！我觉得应该意外不大吧，小队现在应该说优势很大，还是一个航母2-1的问题，而且他们整体编队现在是一直在往对方家里压制，而我们看到这边的话，你是压着你不能搞动作了，你就只能拼命应对。小队则是一直在家里固守，基本上他们现在是在往地图的左下角退。哎呀，航母被亮了。而且主要是因为小队的血量我们都看了一下、哎、没有一个是满状态的，所以他不太敢出去跟我们这边板砖一波。板砖这边有一波丢弹机已经抵达航妈后方啊，在航妈菊花后面要来一刀了，而且航妈血量不是满的，这个好吓人呐、啊、就看这一发能不能对航妈造成一些伤害。好、小队又有减员。所以你看这个他们的重巡倒下了啊，那这个重巡倒下，航空是这个防空实力就更弱了。那等会儿这个人家飞机进来长驱直入啊。好，我们现在切下来看一看啊，这家里面目前来讲啊比较平稳，没什么多大的事儿。你看我们这边都是满状态，完全满状态。哦，好，他给自己开了烟品啊，增加一下烟品。不是，我刚说满状态他就中了一番，你真是看谁谁死。他还没死呢。啊，不是，看谁谁受伤，就这样的。哎，这个罗德，在这个咱们海战里面，基本上战列舰的最远射程是多少？战列舰的最远射程，像比如说屏幕右下能打到左下吗？一般来讲，比如说你站在这个 B2， 就 B 这条线啊，可能能打到对面 H。那挺。如果说你要是啊，那基本上4/3左右是吧？对，但它反应极慢，就你那要看你装的什么管子，它那个管子也要去用经验升级去购买，然后你是升到后面会远一些，但
他的反应急嘛，射速也比较慢，对，就很容易被别人给躲过去。哎，他就相当于是一门火炮嘛，他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上前线，还是主要是躲在后方。他上前线两下就被驱逐舰给弄死了。啊，驱逐舰闪着风色的小裙摆，呀，对面的战列舰，哇，被炸了一下，没有，快死了，好伤啊，打的。你看这人家要顶在脸上干了，这个呀。好，又是来自对面战列的火炮。这样我们看到钢铁这边血量已经见底了，还在燃烧当中，啊，直接烧毁了。看来做了一船异形恋，直接被烧死了。FF 团烧死了。他是没带灭火器，还是灭火器已经用光了？有可能之前已经用了。他们打比赛不可能不带的。啊，这个要出事了！你看已经被。干的这个现在好像感觉飞机已经完全制霸了，从海战事件已经变成了一个飞机游戏。对，这个制空权完全没有了，这个飞机已经，你看刚才重巡被干了嘛，防空实力最强那个，哎呀，没了，现在刚正面海上三艘船啊，而且正派的最后三艘船，然后航母刚刚看了一下，航母也不是满状态，所以现在小队这边的情况其实是相当危险。嗯，相当的危险。那看来这个搞不好，这个一人半规一局啊，就这样。啊！哇！啊，刚刚是对面掉了，完了，是正太挂了，应该是对面的战略又找到了他。潜艇了，这个好怕的呀！我觉得他们现在就不要想别的了，赶紧往这个小队的啊，小队赶紧往满砖的这个基地去飞吧。赶紧开过去。对，现在就是我也懒得去找你，我直接。哎，但是我们看到这边，罗尼的潜艇被发现了，还在地图的中下方。被点了，在过来了，看到他了，他升前了，在 I5 的位置，那会不会去升前？现在丢炸弹，丢那个什么圣水炸弹，炸弹能炸到那就行。他现在上，他要想扑上来，啊，骑头骑脸了，骑到上头了，我靠，把他压下去了，硬生生的，人家是萝莉，真的好。而在地图的左侧中间 F2 的位置，我们看到最后一艘航母已经被找到了。他在下面这个被压得上不来了，怎么办嘛？等会儿憋死了，没氧气了。哎呦！直接被投弹机炸沉。这样的话，那边的人骑人已经变成了最后一艘艇。不，他这个上不来了呀。等会儿没氧气憋啊，终于上来了。哎，好可怜呐、啊。可是已经胜局定了。我觉得前面还有人挡他，你上来，我挡住你。哎呀，来自两边的火力。一个交叉火力。嗯，那么我们也恭喜板砖队在第二局扳回一城，拿到了一分。而且其实两边的制胜方法是比较相像的，就是在开局的很早的时候先搞掉了对方第一艘航母。航母，对，航母主要是拿到制空权这边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今天这个打的是相当的精彩啊，再给他们说5分钟。啊，不用五分钟了吧，我们就直接准备下一局吧。啊，也行嘛。啊，那看看啊，双方队长打一下。准备好了打一，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现在看来是需要调整，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打一。是因为油封吗？主播不换边啊，主播换边。哦，意思说我在你们这边。啊！现在他们是强烈要求 B 哥和罗德去那边，主要是我们这边有三个人，虽说是两个，这个那我们换不是？他们是觉得我们带来了好运，还是带来了厄运呢？肯定是好运啊，因为我们输了一把呀。不是现在，不对，现在是1-1啊，输了一把，现在是1-1啊，不用理他们，不用理他们，那就不用。你说到决胜点了，我们会按照那个落后方的意思换个边。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啊，打板砖打一了，好，板砖一了，那么小队呢？好，有观众说这个为什么不拉一条战列舰的这个阵线直接炮轰过去？因为我们比赛的规则是6+1，就是六种船都要有一艘，然后另外一艘是你从其中去选。对，然后在这样的选择情况下，基本上都会选择另一艘航母。我们去这个要换下一。把的地图，下一把的地图是英吉利海峡啊，英吉利海峡。那、啊、这个的话，我看把英吉利海峡在哪里？第二，倒数第二个，英吉利海峡。啊，四个岛，四
个大岛。你七哥在问怎么换边？是七哥要求换边？没有，不用去理睬他，由我们主办方的这个主裁判罗德来决定啊。我靠，毕哥，你这真是，刚才房间是你开的呀？我靠，刷的是你的卡，是算的。好，出了什么事情，警察局也是找那个身份证的所有人啊。这啊，好吧，说的很有道理。好了，因为他，你看他说话了，怎么？等会儿，大哥，上盘都看现场直播了。有问题吗？是这个。他不是，他是有问题还是怎么的呀？他这样是延迟吗？是好。你推流延迟是设置了对吧？当然设置了，这个不设延迟那得了的。行，那小队说没问题，我们就开吧。来吧。好，现在开。开始游戏了。英吉利海峡，我们进来。Lady Go， 说实话，我地理学的不是太好。弟哥给我看一下英吉利海峡在哪里啊？对呀、啊，在哪里啊？就是英国是欧洲最著名的一个岛国嘛，所以他们是孤悬在欧洲的海外的。英吉利海峡就是指英国和这个欧洲大陆之间那条海峡。二战的时候，主要是英国海军和德国的海军在这里打。哦，不是这样闹得好，显得我们俩好没有文化呀。当时罗德的祖先也在那边出现过，但是他是划着一艘小木船在那边走私，然后还算比较幸运吧，没有被流弹击中，然后回到国内以后生下了罗德的这个下一代祖先。哦，すごいね。好，现在进来了，等着被干。啊，这边有个重点是，就是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六加一模式当中，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就是双航母的战略，而不是说战舰啊、战列舰啊，或者说是其他的，就是说舰种来。目前航妈用的好了就不干了。因为其实前面我也说，就是说其他的船你只是控一条船，然后你的武器也是一二三四切换，而航母其实不一样，航母要控的东西非常多，有它本体，然后还有三个编队的飞机，还有策略选择，就是你的飞机的种类，什么时候派什么飞机，对，什么时候飞机进攻，什么时候飞机防守。啊，这个我们也是一开始起飞的飞机速度好快啊！对啊，这张地图好像要感觉要小一些。对，咱们这个地图有些岛啊。那么也是在看一下双方会不会做一下视野的文章。而这个这应该算是岛最多的一张图了吧？感觉中间的岛特别多。对，它这个多岛图它有好多种，你比如说有像这种比较开阔的，还有那种只有很多。那什么才能就是周围围一圈的那种是吧？就说等于说给你憋的就只有那么几个路口，你要考虑要不要过。哦，卡的延迟很短。我们待会儿和那个主播说一下，跟卡卡说一下。等一下延迟。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看 AR 先出来一个驱逐。你是跑人家家里面就果断点了。感觉我们的小灰机像螃蟹一样横着就过去了，点到好这边板砖第一批侦察机应该是没有抓到大鱼，点亮的都是两艘小船，没看到航吗？点亮了罗莉和正太，夫妻档吗？好，然后后面这个丢弹机很迷茫啊，这我去哪里嘛？来了，这个批次已经过了中场，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可能会遭遇对方的驱逐。对，他根本没看到对面真正核心的主力在哪里，这个就有点慌的其实。那么现在也是。这边看到一艘潜艇。能去干人家。但潜艇人家搞不好就深潜了。对面飞机跑我们家去了。菊花后面。但是是个侦察机，问题啊。你切到我们。切到我们自家的身上看一下。他已经被干下去了。那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看这个。前方的投弹机是打了正太大概有700左右的血量，然后被战斗机追着干。正太也没有多大碍，700，拿去。不，他现在是很纠结啊！你们家航班到底在哪里嘛？
对，就这一局就是小队的航妈真的藏得好好啊！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航妈刚好像是被人家亮了，但是小队的航妈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人家在哪里。等于上一把出了一回事，对吧？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我藏好，你死也别想看到。嗯哼。板砖这边的航母应该是都没有暴露吧？啊，是应该已经暴露了是吧？嗯。板砖的航妈是被亮了。我刚才看到黑胡子的航母撞了土豪金板砖，撞了重型的屁股。是。双方各掉了十几点血，现在还在撞。这两个在搞主要是又在掉血。这不是减二减二强制扣血也是很累的，好不好？哎呦，现在两边的飞机都在中间交错而过，这个看要看这一枪拼出来谁先出问题了。这个，哎呀，那是一个。这样你们看前线，我看板砖的老家。好，我再看前线。我这边有什么情况就给你报告一下。好嘞。目前看来这个飞机应该会从左侧绕过来，应该还是追着屁股打航母，但是这次板砖的这个收尾的阵型还不错，轻巡在后面，重巡在航母的边上。这边始终抓不到大鱼，这帮丢弹机现在是很蛋疼，丢弹机也是很蛋疼的，而且还是被人家搞掉了。因为而且你看啊，小的这边先变得很棘手，我起飞了一堆战斗机就是来专门搞你的，之后等于说是先把你的飞机数量给你先吃一吃，让你等会飞机少了，我再来跟你干。好，然后但是他们也是开到了地图的边缘，我们这边残存了一架，然后在边上开。这边只残存，残存那个侦察机有个哦，他现在看啊，他是在看就是为了看。他是在左侧家里面是有一批鱼雷机投下了鱼雷，但是看这个射程会不会达到极限射程，感觉这个炮手的航母的尾巴可能会被擦，哦，极限射程了，那就没有。好的，还是拉得足够远。你看家里面有个潜艇在这个岛旁边等着，谁过来射死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么幽灵也是躲了一个很机智的位置，不是他这样应该要上来换口气吧，大哥别把自个儿给憋死了。他可以躲到岛后面然后上来换口气。对，这样安全一点嘛，免得等会儿直接被人家砸了。这个小脆皮被砸砸就死掉了，被什么 HE 这种多搞两下很伤的。吧唧。我觉得作为潜艇来说，在水下爆炸是他的正常的死亡方式，在水面上被人用炮打死实在是潜艇的耻辱。但是在这个游戏里面目前来讲，就是说一旦你比如说被什么驱逐就这种反潜能力的船给逮住之后哈，那就如果说他要投射了，那离你很近了，那你浮上来反而是安全的方式。因为对，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天我们试了嘛，我浮到你旁边，你根本浮上脚你是够不着我的。但那种是说在单挑的情况下，如果旁边还有其他队友，你靠，那就算了吧。啊，浮上来他搞不到你，队友搞，队友能干死你，就像刚刚对面的萝莉的死法一样的。现在这是对面，他们肯定也纳闷了，那两哥们躲哪里的嘛？这是德意志的旗吗？啊哈！你在哪里看到了德意志的旗？黑胡子身上，蛤蟆头上挂了两个旗。啊，看到黑白红就想到了德意志。现在小队这边也是一直没飞出来，还是各种战斗机，我就是先把你飞机数量吃的你啊，这个难受，反正就是让你难受。啊，你想他战斗机说白了就是封你的航空来的，他等于说先用这个舰船的防空以及战斗机把你的数量先压下来，等你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机了，然后他的就是满天就是他的机，他就干起来了。看来小队这边还是相当的去研究了一下战术的。真的小队现在的航妈还没有被点亮，现在我就只看到了对面的正太和、这个、应该是躲在右下角，因为左边那边他们去探了，只有右下角没有飞进去。小队现在阵型拉得比较开，我们看到这个板砖队过去的几个架次的飞机基本上都是和对方的飞机或者是和对方的这种驱逐舰在纠缠，一直没有抓到大鱼，连大鱼的脸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见。对啊，什么战列啊，重群啊，连这种都没看到，更别提航妈了。航妈一般是躲得比那个战列还要后面。有小队的来了一波丢弹机，但就一波啊，应该会被打掉的。没有收获，被对方风筝了。
般只要防空火力启动的快，你飞机数量不多，你是过来搞不到什么东西的。但是你想一下，我们现在这方的航班飞机的数量还有多少？因为刚刚确实被对面给针对的有点惨。现在也还好，也还好，并没被吃。你如果刚才那种模式，你再被吃个两三波，那估计就恼火了。好，现在可能会有危险，我们注意雷云边上出现了三个批次的飞机。还好，目前对他来讲没有危险，一个是战斗机，另一个已经投过弹。但是哇！直接打开之后，这边战列打了一发齐射，还好没事。被板砖被金板砖躲开。土豪就是那么任性。终于找到对方的航母了。在，果然是在右下角。这个保护的好好呀。好，在整个阵线的最里面。而且只看见一架，另外一架还是没有摸到。一把鱼雷把板砖这边直接给干了一个。我刚才说雷云的这个位置就有点危险，他被飞机包住了。而且他这个在两个岛中间，他就是没法躲也。他那一把鱼雷是被全中，所以说一下就没了，鱼雷威力那么大。哇靠！你快看小队这边，飞机是一窝蜂要出来了，这个。因为现在他们的这个，他知道板砖这边阵型是很密集，我只要对着那个方向是吧，稍微飞近一点，我投就行了。那么我们也是切一下第一视角，看一下我们这边到底情况怎样。好多灰机。这个防空火力网还是可以，但是对面战略的炮火打中了坑。坑也是被。然后两个航妈撞到起了，有。不是，你这样要是真的是飞机再过来的话，像两个航妈现在这样的情况的话。一排鱼雷过来，打不着你都打不着他。不是他这是属于什么情况嘛？就是他专心操作飞机去了，然后按着那个 A 键嘛，让他自动后退，结果没看到后面。结果就他这个你看放了烟雾之后能增加隐蔽啊，但是有个问题，你的这个你的炮在往外面射，人家是可以看到弹道线的。可以看到你的弹道线，根据你的弹道线，他也可以大概的判断出。对啊，那对面的这些战列舰啊，也大概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射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盲打啊！你看他们都在往这后面退啊，这个反应还是正确的。要离开刚才已经被确认的这个区域啊，这样的话人家就要重新进行确认嘛，那这样就等于给了你一个机会可以调整。但是现在我们这方的视野是再一次的丢失了。对面又来了一波，但就一波应该问题不大，会被拦下来。肯定是会被拦下来的。但是那远远过来的是两波，对吧？三波。我看一眼他们的什么飞机，反正也没看清楚。好，战略又打了两发。两波战斗机那还好。他是等于说我就在你头上干你的飞机，我在你这个鸟窝干鸟啊，让你鸟无音讯。我们看到这边的重巡还是非常的坚挺啊，土豪金板砖受到了刚才对方三个批次的飞机的集中火力，但是他的血量还好，就好歹还他现在我觉得，哎呀，被大炮打中了，被战列打中了，啊不，哎呦，还有细白血，快跑，这个细白的血量还是挺危险的了，赶紧撤，这个再被摸一下就要出事情。战列又来了，漂亮！这个预判干掉了，击沉了。对面萝莉干的是吧？他血量确实少了嘛。应该是来自对面战列的火炮，打得非常的远。这两个潜艇要搞击了。幽灵和萝莉在这个 F 的位置 ，F 八九这个位置。这边应该相遇了，应该拦住了。现在我切到那个切到潜艇头上来，我来看。深潜。前面就是岛呀，不能老是深潜啊。不，他应该是想深潜，我先开到一个就可以躲避你们火力的区域，我再上来，然后凭借这个等于说看看能不能把他也勾上来，让队友的炮火来击毁这个。但对面的潜艇似乎有点不想玩啊，他说我跑。要走。跟不跟你玩？毕竟是跟人家有点近了，完了人家要是有、因为一旦他就这个队友来帮忙，板砖拐到这个弯里面，那他们这边的火力就顾不了。那但是对面是可以顾过来，这个就危险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板砖这边还是在用战斗机在进行一个防空。对面飞机也飞机。
地图的右侧有一批架，有一批次飞机直接奔着航母去了。奔家了。哦，好吓人呐、啊！哎，改变了目标，改变了目标，他是去打青巡。没受伤。但是战队的火力马上跟上，又一批次飞机，感觉 version 要爆了、哦、，version 要爆了。如果投中的话，如果中的话，肯定爆了，爆了！哎呀。小队我们发现小队的就是飞机加战力的配合非常好，它的同步率非常的高。对，所以其实看出来双方的差距可能就是在于说这个飞机的控制上面啊，他们飞机控制本来就好，然后这边啊炮火的同步也做得好，就是你不能光指望靠飞机，你的舰船也得推到能够够得着他们的地方啊，飞机一投这个火炮一打，这个就管用了。嗯，目前板砖还剩三条船，他们前四条船的阵亡基本上主要火力输出都是来自这个小这边的战列舰。耶，你切到哪里去了？切到我的视觉上。我就说怎么那是空的。哇，这个战列舰好怕的呀。啊，这个血量已经是啊呀，我觉得它又移动缓慢，你看死了吧。啊，小队的航母现在都已经压上来了，我们看一下地图的右侧中间。这个一开始你航班藏得太好了，对面本来说想好的憋足一股劲来干你，对吧？对。结果真的是藏得太好了，躲猫猫这个结果技术太高超啊！结果憋了一股劲，全给送了，我靠，这个不能忍的呀！然后你给送了，对面来了，我靠！就现在我们的航班哇这个战略直接命中了航母。好疼，因为航母开得慢呢、啊、那肯定能命中的。现在航母感觉更加慢了，它的这个动力系统应该是已经被打到了、发动机出问题。好，这局其实已经结束了，这两架航母接下来就是被蚂蚁啃大象的节奏。哎呦，着火了、啊、烧了烧死了，有一对异性恋呢。啊，只剩我这边的另外一场也没了。那这么说小队这个是拿了两把，那是这个2-1领先。